就跟那个鸡巴练健美的一样。Cyber with a bottle. 他是这个月去参加世锦赛。Oh, okay. He's one of a member for a junior world member, junior world team. Yeah. 他叫什么名啊？这个围城所。围城所。围城所。叫哪个级别的？62。Okay, 62 category. Good job, good job. Yeah.弟兄们，陈呢？不是干净啊！不能有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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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，哎，你轻松啊，没问题，练完明天动不了。加油加油啊！
50 kilos. 50 kilos. Tension, motionless.
这里要用一点力，对不对？保护你。有这真的痛，这就是那种感觉发力。OK。这个力就很实，如果你是这样放的力就很好。你这样子，你试试。放出去了。你试试。这个。这样的话，始终保持住。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他们的背部肌肉得到了很强的，就是需要用很多的力，需要用你用肩胛的力量。这个练习的时候呢，一定记住不能用你的二头肌的力量啊，一定要用你的背部的力量和你的肩胛肌的力量，还有背阔肌的力量。哦，对，两个不要碰壁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肩胛和背阔用力。十三、十四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漂亮！哇，好！啊！带动杠铃，带动带子，练到很多小肌肉。这也是我们推杠铃和平时的简单举杠铃的动作所练不到的一些肌肉。这个用来做什么？这个练肩关节稳定性的。肩关节稳定性。嗯。可以试一下。他最好抓多少？我姐姐要去做衣服了，我先拉点，我先拉点，拉高点。啊，对，拉完。哎，对，要达到效果，就你这。哎，对 ，OK。又拉大了。好的喂，下到底。OK。萌萌的。看着我，你怎么会突然害羞？我怎么就懵了？我期待我完美的脸一路飘荡。这叫拉皮条。注意啊！你那个髋不能有太大变化。咱们先拉拉。Coach, have the athletes, some stretch for the athletes.
He's 55 kilo. This guy only 56 kilograms. 56 kilo. Wow. See? 来。再一个啊。三。11。我操！我手机卡住了，怎么得了？这位置。哇 ！Good job！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How many？ 13。哇，做了13个。啊，太好了。还是台湾的，所以我来你们这边吃的东西味道都很像，差不多，嗯，都差不多。你们在训练当中呢，要不停的增加训练的难度，然后增加动作的难度。这样增加一个负重，也可以练到同时练到你肩部的控制能力。看我们的运动员在练习的时候，每一个动作呢都是在举重挺举的支撑动作，啊，这个时候也是练习更好的进肩，在支撑杠铃的时候会更加稳定，同时可以练到腹部的同时练到肩部的力量和一个很好的控制能力。事实上举重当中的控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平时我们举重的时候，当重量增加的很大，你在支撑的时候总是会晃动，会出现不稳定。但是通过这样的训练呢，会让你的支撑变得更稳定，你的小肌肉更加发达。This girl only 13 years old, body weight around 42, and train here about a couple of years, and her snatch is around 60, Canadian one 80 kilo, and she has a lot of potential for future Olympics, and she's a great athlete.